大家晚上好，请大家听一下，声音怎么样？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讲第95讲，今天继续讲疑难根管治疗的第四个部分。今天我们谈一谈这个牙根吸收的牙齿的根管治疗，主要谈一谈这个对于有一些牙齿，我们知道经常碰见一些牙齿有吸收了，那这牙的根管治疗我们有哪一些的注意事项？其实上呢，如果是牙根的吸收呢，我一般来分为这个乳牙的生理性吸收。那这个里面就是乳恒牙交替的时候，乳牙即将脱落的时候呢，由于恒牙的萌出，就产生压力顶的这种，导致这个原来的乳牙的牙根出现吸收，最后导致呢乳牙的脱落，那这就称为呢生理性吸收。但除了生理性吸收呢，对于还有一种病理性吸收。一般来包括三种，一个是牙根的这个外吸收，一般主要指的是炎症性的外吸收，还有这个牙颈部的外吸收和牙根的内吸收，这三种，这统称为病理性吸收。还有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病理性吸收。第三章牙片，在这里面讲的就是一个，显示一个乳牙的生理性和炎症性的一个病理性吸收的过程。A 图呢是一个9岁的这个男孩的一个下颌的乳磨牙，在去进取块呢直接钙碎过程中呢，发现镜中的髓角有显示有一个广泛的一个吸收，这呢导致了一个剧烈性的一个自发性疼痛，患者呢就被带来了一个就诊。X 片呢显示这个根尖和牙根之间有透射性的一个阴影，家长呢不接受治疗，他要求把它拔除。后呢就做了一个病理切片，然后 B 图呢显示是一个近远中向的一个剖面图，我们看大约是由近中根的一个中央，然后 C 图呢是根尖区的一个放大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细节，D 图呢就把将 C 图呢这个画这个矩形的一个区域呢进行放大，然后发现呢它那个这个里面周围有很多的一些破牙本质细胞，这个出现在这个牙骨质的牙本质这个吸收区域。那这个区域呢，是被成因纤维细胞呢和炎症细胞包绕了。那一图呢是 C 图的一个更高倍的一个放大图，我们看见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叫 Hossi 一个纤窝，这个主要是跟病理上面一个破骨细胞紧密相连的，但破骨细胞呢和牙本质呢是紧密接触的，呢是导致这个细胞出现一个空泡化。这个和邻近组织呢相比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软式反应，这个是这个倍数呢是放大1000倍，就这个里面就说吸收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这个泡骨细胞在局部的一个炎症呢，细胞会有部分呢出现泡骨细胞，这个细胞转化泡骨细胞，这泡骨细胞呢就会对牙本质呢就吃骨头一样啊，对牙本质也是会把它吃掉，就变成一个吸收。这样的话呢，显然是一个。这个是显示地图呢，这个也是破牙本质细胞的一个高倍的一个放大的一个视野，发现周围呢有一个皱褶样的一个边界的一个特征呢，可以区分。然后呢，G 图呢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区域呢，可见有包含有破牙骨细胞的 Hossi 纤窝。H 图呢和到 G 图呢都是近中根尖的一个放大。而在这个水平呢，可见吸收呢是一个逐步的，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变化过程。这个和病理的变化过程呢，我们下面讲的病理过程呢是不太一样。再谈一下炎症性的一个外吸收，这个炎症外吸收的过程呢，是从牙体的表面开始的一个内吸的过程，一般的呢好发在这个恒牙的根部，发病原因呢主要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根尖脓肿或者肉芽肿。一般是呢，生长在根尖附近的这个肿瘤啊，或者囊肿，可使根尖那个受压，它移位同时呢发生吸收。如果是牙周炎或者生牙带的时候呢，或者是一些阻生牙或者是埋货牙，有时也可以压迫这个邻近牙，使它的冠部啊或者根部啊发生一些吸收。那这个我想的话，在我们临床上见的很多，特别是这种智齿这个水平增生的时候，水平那个。组成的时候呢，导致期出现了一个吸收过程。上来吸收的时候，导致因为有的时候在牙根底下这个治疗起来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的
没法向下面很难修复啊，这个里面经常是跟我们治疗时候造成很大的困难，就根管治疗可能难度比较不是很大，但怎么补，这个其实存在困难比较大一些。那再治牙呢，常常因为这个严重的这个牙根吸收啊，当然也有它跟很多是炎症性的，也有这种不治原因的这个外吸收啊，导致一个最后的脱落。过大的一些咬合力啊，或者正畸治疗的时候呢，如果是超过生理这个限度的这个力呢，都可以使牙根吸收。你像有很多人这个做了这个正畸以后，发现牙根都变得圆钝，是吧？实际上都是发生了一个压力过大或者正畸过快的时候呢，受力过大的时候呢，就会导致牙根的一个外吸收。这个第五张幻灯呢，A 图呢是一个。是个女性患者啊，她的上颌第一磨牙呢有一个剧烈性疼痛。X 线片呢，我们看这个，它的髓腔中的可见骨料，啊，眼中里面呢有一个里面取块，根尖周呢有异影，就是这个牙齿啊拔除了，拔出以后看到就是说，哎，这个远色呢，可见这个拔出的患牙根尖呢有一些病理性的一个组织浮肿，在大量的肉芽组织，相对同根尖。这个根尖从外面呢长到根尖孔里面去了，而根尖区呢，可见一个广泛的一个吸收。我们看牙根那个吸收是那种不规则性，是吧？那根尖孔又被破坏了。那 C 图呢，就是一个 B 图的根尖外吸收区域的一个高倍的一个显微放大的一个视图。我们看一下呢，在牙本质呢，可见一些吸收的一个漩涡，而 D 图呢，就是一个根尖。沿着病史的一个中下区域的一个放大的这个图，我们可以见到就是大量的一个慢性的炎症细胞一个聚集的过程。这个里面就是说，炎症性外吸收，它除了炎症细胞或者肉芽组织集合以后，在里面周围的聚集呢，另外会产生的一些破骨细胞，这些破骨细胞呢会导致牙根的一个被吸收掉。有吸收，那它可能也有修复，因为在机制过程中呢。一般有害的时候呢，机体肯定要反抗，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吸收和修复的过程中，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像这个里面呢，第六种幻灯就是吸收牙根外吸收的过程中呢，可见这个吸收和修复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我们看，有的时候吸收漩涡部分呢，或者是全部被修复性牙本质或者骨牙本质呢所替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临床上有人发现就这个有。根尖有吸收了，但是我们做治疗以后呢，过半年一年以后，发现这个地方又修复起来了，啊，这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呢，它达到扭转了以后呢，它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这个被吃掉的这些牙根呢，牙根尖那部分呢，可以被修复性牙本质或者是呢骨牙本质来替代。那第六种幻灯 A 图呢，就是有根尖病损的，它拔出了一个下第二前磨牙。我们看呢，这个组织片呢，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根尖吸收，然后显起了一个通过根尖孔的一个切片呢，我们可见，但除了这个吸收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见一个再放化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可见大量的干扰组织呢，可以嵌入到这个根尖段的牙本质里面，就是说它这个过程中呢，虽然有吸收，但是它有的时候呢，也会发生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炎症性的外吸收，并不代表这个牙一定根尖的部分一定不可以修复，它有时候还是可以修复。七张幻灯，这里面呢是吸收的时候在活动期，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见着这个吸收凹陷里面呢有破骨细胞，但如果是吸收呢向内静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查不到破骨细胞，啊，这个里面就是可能一个平衡状态，但自然减弱的时候呢，或者是机体。抵抗力增强的时候呢，这个吸收漩涡就会被新形成的这个牙骨质来修复。这个里面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有的时候就是说根尖有的炎症，有的人保持很多年它没有变化。然后呢，它一旦是机体的下降啊，或者是局部的这个自由的时候，它就是会打破一个平衡。所以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要经常勤于观察，它是有一定道理的。A 呢，显示就是说有根尖病损。这个是拔出的下颌第一磨牙。我们看这个里面呢，它是这个切片呢是通过了根管和根尖孔。我们看根尖孔是有广泛的一个吸收，而根块的位置呢，一般
它是接近于这个冠状的一个根管，这根管里面有钙化。这个时候的根尖的这个组织上呢，和它吸收纤维呢，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个结构变化呢是与根尖周的一个病变是相连续的。但是呢，在根管壁里面呢，靠近根管的冠方的部分呢，我们看见有些生物膜覆盖。而 B 图呢，就是显示有根尖病史的拔除的上颌第一磨牙的一个额根管。我们看到病史外面呢，局部呢可见一个囊腔，但是右侧呢的牙本质呢，这个部分呢是有骨组织的皮带。就是对于炎症性的外吸收，它如早期的时候呢，可能是以吸收为主。那如果是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可能是吸收和修复相互之间都存在。在某一个条件转化的时候呢，也许修复增强了，它就是往修复那样的，就是这个牙齿呢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个刺激增强的时候呢，或者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呢，那这个牙齿呢，它可能是进一步的骨质会吸收破坏。那这两个呢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力量，但是不能达到平衡。就是一个正的，一个反的，这两个之间呢，是我们要，所以说彻底的治疗，才有可能呢，增强这个修复方面力量，减轻这个刺激的力量呢，这样才向好的方向发展。对于炎症性的外吸收呢，一般临床表现就是说，有时牙看是正常的，但是呢，对牙髓电活力测试一般是没反应的。随着病情的进展呢，它的根尖会出现一个症状，或者牙髓出现症状。出现比如说牙齿的变色啊、多道啊、叩诊呢或者触诊呢是有不适的感觉，这个 S 片呢也可以看根尖的一个反应。幻灯，这里面是一个22岁的一个男孩他的主诉呢是脑中一疼，主要是1年前呢他做根管治疗，但是呢现在开始疼痛了，这个牙齿做过根管治疗做了1年，X 线呢？显示这个根状材料仅仅只在这根管口，而镜中的根尖呢，显示有一个透射性的一个影像该这个牙齿呢需要继续做根管治疗，再治疗，但是呢患者呢他拒绝再治疗，然后呢观察了3年3个月以后呢，因为脓肿产生一个更剧烈的疼痛，那这个时候显示了一个镜中这个鳞面呢。大面积的牙齿组织的一个减低，我们发现这个软中根的根尖三分之一是完全吸收。其实我们就说，并不是说根尖有炎症，只是说骨头的破坏，很多的时候呢，连骨头、连牙齿是一起破坏的。这个里面就说，如果牙齿破坏过多，那这个牙齿可能最终是保留不住的，并不是说就是说根管治疗，如果需要做根管治疗是，如果是确诊是需要做根管治疗，尽早做根管治疗。可取得这个牙齿将来保存的更好的一个效果。这个牙根的炎症性外吸收呢，其实主要还是一个炎症引起来的，是吧？那炎症呢，其实为什么炎症首要原因，那是根管里面有很多一些感染的物质，或者坏死的牙齿组织啊，或者是根管类生物膜，是吧？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还是和根管治疗一样，我们希望把它。全部的尽可能的把它去除干净。当发现根尖有外吸收，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立即呢进行根管的治疗。根尖封闭的钙质牙齿呢，我们需要在钙质后7到10天以后呢进行根管治疗。X 片并没有显示有牙根外吸收，也需要做个根管治疗。就是对于你在植的牙齿，那都需要做根管治疗的。说呢？这个嵌花钙长期封嵌花钙对于牙根的外吸收是有益的，因为它那个碱性呢，对于这种，对于破骨细胞是有破坏作用的。但是呢，同样呢，我们都知道嵌花钙对于这个强心凝胃石里面这个胶原纤维是有变脆的一个作用，那所以说它会导致这个牙齿呢成了一个根折的一个风险。关于这个根尖有吸收的这个牙齿我觉得我举个例来讲一讲。我们看第十一段幻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牙根其实上我们看，它是由于根尖呢，其实它是有吸收，同时我们知道这个根尖是个喇叭口，那这种牙齿怎么办呢？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第一个你预备其实上很可能，很多地方是闭上，你就
我们也没那么大的错，是吧？你这一百毫特多大？这肯定是远远大于一百毫的，所以说很难说，就是包括我们的内参错几乎不可能啊。那这个你们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尽量大号的错四个 B 啊，来回的错是最好的，而尽量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根尖那个位置是尽量不要破坏。为什么呢？根尖那个地方很薄，如果再去预备的时候呢，很可能造成根尖那个地方又会有一些根折的一些风险。加大这种局部的这种化学预备啊，我们不吃什么呀，一天呀，浸泡时间长一点啊。如果是有各样条件，说超声呐、激光这些东西呢，都把它用上，在这个里面呢，更好的去处理它的杀菌。在封药之前，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封药之前一定要一天泡一泡。那这个什么好处呢？我们打开牙齿小管，促进了我们封嵌花盖的时候也好，把它或者说三联素都可以。你把它放进去以后呢，促进它对于牙缝的小管里面那些细菌呢，也把它杀死。那封药时间这可以长一点，封一般的是封封药时间可以稍微长点，一般的我封2到3周，在1个月之内都行。那封药呢，你可以封这个嵌花盖，你也可以封 Metaplex 也可以。那封药以后呢，如果是没有症状了，或者它瘘管都消失了，或甚至它阴影也缩小了一部分，封药以后呢，那你再进行充填。那这个充填呢，可能最好是一个是你可以如果年轻的话，你可以先做行动再生也可以。如果你觉得没把握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直接用根尖呢用 MT 做屏障也行。那做根尖屏障的时候呢，一定就是说在根尖的部位，我们觉得长度哈，就是你尽量要少于这个根长，我觉得短一两个毫米会好一些。这个时候呢，你根尖把这个明胶海绵放在根尖，把它塞满以后，再打入这个 MTA，可能就是说短于这个根尖，但我觉得比超球好得多。因为短了以后，它根尖那个位置呢，你只要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了，或者细菌消得差不多的时候呢，它的修复反应会大于这个炎症反应的。它这个根尖的地方呢，会逐渐的会被修复性牙本质啊，或者古原牙本质来替代。那这个根尖呢，它会封闭住了。那反正你如果超级以后，它局部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你的生物相应比较好啊，它有可能会也会形成一个纤维包了，而且很多时候不是很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它会逐渐可能加重了，它又形成一个诱发反应啊，那会实际上更严重一些。那最终就是说，最终那根尖地方，你发现这个有超出去的时候或顶的时候呢，根尖都有一个炎症，那个有个阴影，很难愈合。就是有可能这个地方呢，形成也是一个纤维包，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就是说，骨型愈合或者骨样愈合。当然的话呢，我们看这个也是四和五的一个根管治疗。我们其实看它的根尖片，其实根尖也有一些炎内吸收啊。我们看一般人那些就是看它这个吸收的，有一般的很多的根尖不是吸收，是进就是它的我们 X 线片的是颊侧和舌侧全部吸收，它只有部分的吸收，可能是有一壁还在。所以看的那个就是说，这模模糊糊的看的样子，就是说它有吸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定长度的时候，经常发现这个长度差针照相的时候，我们显示的是到位了，但是可能测片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比根位置呢相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只要你的测量仪呀、你的平时的测量手法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建议还是相信测量仪可能比较更好一些。按测量仪这个位置呢预备。按你预备的时候再退0.5个1都可以的，因为只要预备完了以后，这根尖那个地方你消毒冲洗了都可以了以后，那你退1个毫米，我觉得比你超出1个毫米会好得多，或顶的了会好得多。这样呢，我刚才跟道理一样，就是说你只要不超出那1个毫米，也会被这个外面的修复性牙本质啊，或者是古原牙本质来替代。只要这个地方的大部分细菌去掉就 OK 了。但前提是你一定要预备这1个毫米，要把它预备好，然后消毒好、冲洗好。那这个时候你不充填，我觉得问题不大。三的幻灯比较有意思啊，我们看这个最左边的幻灯呢是一个三五的根管治疗，其实也比较简单啊。那充填呢，最后充填的时候呢，其实上局部的这里也出现了一些侧枝的情况，我们看也冲出来了。那冲出来以后呢，我们大概8个月观察的时候，我们看是有愈合的迹象。然后到了1年半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发现根尖这种突然阴影又变大了。这个原因呢，
不断很清楚，不知道为啥最后又变坏。啊，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内，它可能是这个炎症呢，局部的时候修复的占优势，那可能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炎症没去除干净啊，那这个呢，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再吸收的一个这个根尖的一个外吸收有继续扩大，那这个病例呢，我们还在观察过程中。我觉得这个病例我就不满意，就是说我当时跟踪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再往回退一点，是不是好一些啊？这个我当然是大家可以讨论讨论。这个里面根尖的为什么到最后八个月还是愈合，向愈合的方向发展，最后到了1年半以后呢，反而这个隐隐扩大，那这里面是不是没根除完，或者根尖还有一些分期啊？这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根尖对于，其实经常看这种片子，你经常要是每个病例啊，经常是隔个半年、1年、1年半经常复查，其实挺有意思的。那可以就是有意思的话，你可以包括这种你去经常观察一下，其实又可以得到一些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出现。这个第14段幻灯呢，就是一个跟我在这聊，跟我在我们看根尖也是有根尖有外吸收，那根尖是变钝是吧？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冲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超充的情况。但这个里面我是根尖，我是有一节的多一些。尖的时候，我在跟冲的时候，我有一两节的多一些，所以说弧迹会出去，但是阳交尖是没出去。但这个呢，最终呢，这个程度我们还在一个，这个复查没有复查下来，还没回来。就最终看这个牙齿愈合怎么样，我们还看后期的一个观察那个结果。就说你这个根尖封闭的好不好，或者根尖的这个地方呢，你最终是不是修复性反应占了上风啊？是不是一直在最后决定你的根尖的愈合的情况？总的来说，就是说对于根尖的炎症性外吸收，那这样都有可能多少都有一个根尖的外吸收啊，只要时间比较长的话都会有的。那这个情况呢，特别是有如果导致根尖孔的破坏呀、根尖孔变大啦，或者是根尖长度的变化的话，就尤其要谨慎。就说预备，你可以按你的这个，如果是能达到，就是侧囊仪的预备来是最比较合适的，不需要看这个根尖的长度，因为根尖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斜形的吸收的话，它可能离根尖还好几个毫米呢，所以这个里面是按侧囊仪来做会好一些。预备尽量是要加强一个化学的一个冲洗，同时最好是混合氧化钙，因为它会抑制这个根尖的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破坏细胞，那这样呢有利于这个向愈合的方向发展。等到封药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封到2、3周都行。封完了以后呢，再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根除。如果是没把握的时候呢，根尖如果是可比较大的时候呢，建议做一个根尖用 MK 除片比较好，做一个屏障，根尖屏障会好一些。不然的话，牙胶的话，它会这个根尖的生物相性比较差，最后的根尖愈合还是不是很好。牙根的炎症性外吸收呢，愈后了一般来说呢，它的治疗效果，我觉得应该是派那些片段进行评估，而且这个评估，我觉得短期的评估其实意义不是很大。如果是半年那1年，其实上可能有愈合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最好是前部愈合。那甚至前部愈合的时候呢，也要再观察1年以后，因为有的时候呢，愈合以后甚至还有可能变坏的情况也有的。对于外吸收的患牙呢，如果不做处理的话，或者继续观察，它的进展是不是有时候很快？那整个牙根呢，那甚至在3个月内可以导致完全的吸收。那未经治疗的根尖孔未发育完全的年纪恒牙呢，它的愈后一般呢比较差。炎症如果是有发现了有炎症性的一个外吸收，那就尽早的进行根管治疗，进行干预。那其实很多是恒牙呢，它的愈后效果是不错。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了一下炎症性的一个牙根外吸收，主要讲的是根管治疗和它的预备啊，它的该注意什么事项啊？这个里面是两个要注意的，因为经常出现一个，其实上我觉得冲填更要注意一些。预备呢，我觉得实际上很多时候呢，跟以前没多少区别。同时呢，加强一个对于根尖孔比较抽大的时候，要加上一个化学冲洗。同时冲洗要避免呢损伤根尖啊，这个要注意一点。然后封药的时候呢，最好封相互盖会好一些。在根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是不要超充。那这样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愈后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那下节课呢我们会继续讲一下这个外吸收啊和这种根管内吸收的一些根管的预备和充填注意事项。好，谢谢大家。